我不想安稳失子，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。贾大哥是你的兄弟，我发誓，一定不会让他白死的。 幽檀婆罗是一种花，以西域特有的制毒法萃取出来的时候，本来就有毒，后来又加入了红寡妇的蝎尾和公山羊胃中的结石，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剧毒。这种剧毒只用一点点就会置人于死地，中毒前期的症状与咳疾相似，5日之后手腕处会出现一条红线。如霜，这药有解药吗？ 未有记载，不过我相信，只要是毒，就一定会有破解之法。我也会尽全力研制出解药的。这样也是有备无患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但愿如霜真能研制出解药，也不枉蒋大哥牺牲性命，来给我们传递信息。